富三鼎的陈阿大是李表舅吧？啊，陈阿大他老婆的娘家是崔家务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我姨家有一个表妹，嫁给了陈阿大他老婆的妹妹的婆家的一个苏伯侄子。嫩起呢，咱们还是亲戚嘞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先打官司，证明这离婚是假的。 这妇女离婚了，然后再跟这个畜生结绯纷，你后悔了，然后再离婚，然后再离婚，不是要说结婚的吗？然后再跟这个畜生结绯纷。你这个离婚是真是假，不归厂的管，你和秦玉火能不能复婚，也不该归县政府管。离婚案到不了院长这里，杀人案才到院长这里吧。 你可以进去上诉啊！怎么上诉？去市中院。你这个案子太大了，我做不了主。明天到法院去做，这件事情跟法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那你应该去检察院啊！这样，我帮你把县长叫来。他就是县长。哎，里面跑嘞！不要他，不要他！哎，坐在县长车子里面不一定就是县长。 马上打电话通知那个新访局长。我们已经管不了了。明明就是假离婚。不是要说结婚的吗？你怎么就不能说句真话，说他是假的嘞？我不绕圈子，你又开始绕圈子。没有你们十年前判错他，能有今天吗？十年前正是因为判对了，才有了今天。我喜欢开门见山，那我们就长话短说。后山岭的陈阿大是我表舅，你知道不嘞？你家的表妹。 嫁给了陈阿大老婆的妹妹的婆家的苏伯侄子，算起来我们这个亲戚不远啊。